我其实从15岁差不多开始就已经有在用保养品了，化妆水，然后眼霜、精华液跟乳液4样。他不怕素颜呢，就是怕水肿。这个是一个瘦脸的机器，是我在拍《神雕侠侣》差不多之前一点的时间发现的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，因为我用过非常非常多的瘦脸的机器。然后它有两个小瓶子。一个是洗脸的，一个是导入瘦脸的，上妆前大概用个20分钟，明显的感觉到整个会很紧实的收起来耶。不怕麻烦？这为了上戏样子要好看，真的对，不怕麻烦。